我刚打电话问了很多朋友，我问今年你挣钱了没，大家都挣了，而且挣得五花八门，有挣个屁的，有挣个牛的，有挣个锤子的，有挣个他买了个孙子的，更有甚者挣个妹的，奢华至极。最恐怖的是挣了个鬼的，有的还可以挣个球。碰见一朋友问今年挣了吗，他望着天空喃喃自语，挣个鸟，看吧，只要肯努力什么都能挣到。